昨天我说谁能让小球滚到200米，我就抄他名字100遍，竟然真的有人做到了，就是你这个臭妹妹，名字还起那么长，我抄了一晚上，手都快抽筋了。但是我还是不服，这次我用上我刚刚获得的昊天锤，切割出最完美的弧线，我敢说这次不可能有人能超过我，如果有，我抄你名字500遍，说到做到，你们看好了，整整500米。